真地屯門兆康窿福嶺今日就可以首張價單，劈價就一成，大概係減咗2000蚊尺，跌實嘅平均尺價係11,598蚊，開放式就298萬，300萬都唔使，就100蚊入翻去，一房就360幾萬，兩房就480幾萬，三房就600萬左右。真地形容係無敵貼市價，應該深受買家歡迎。對比翻之前窿福嶺嘅前幾期嘅平均尺價係13,000幾。二手的半身盤同系列的 Nova 靚大概12,000幾，遠少少的豐年柏宇大概係10,000-12,000左右，而屯門西鐵站的龍門就14,000幾-16,000幾。對比起上嚟 Nova 靚呢張價錢係比二手有少少節約，但係唔多，即係發展商的銷售策略都係撳住個二手去砌。現時二手放盤的業主應該有一段時間要捱。我哋先講一講項目的基本資料。Nova靚位於新界屯門欣寶路8號，是新鴻基在區內的大型屋苑，它總共分為三期，提供4585個單位。屋苑自設大型會所、康樂設施都有，而本身都有50,000尺的 Nova Walk 的商場，在今年的5月正式開幕，大概有40間鋪頭，食住嗰邊都方便嘅。至於交通方面，嚟個兆康站步行嘅話，大概係15分鐘，都可以行10分鐘到輕鐵嘅麒麟站或者田景站。屋苑嘅門口咧，總共有8條新增嘅巴士路線，另外都有永東旅行社合作嘅跨境直通巴士服務，由屋苑去深圳灣車程大概15分鐘。买得呢个盘大部分都买嚟自用，如果收租嗰边尺租大概30蚊-35蚊一尺，计起上嚟净回报应该有2.8厘-3厘左右。你觉得呢个盘值唔值得入？欢迎留言我知，拜拜。